是文少卿吗？我跟他认识12年了。大四的时候，医学院组织义诊，大雪封路，我把他被困在车上一天一夜，唯一的热水他全都给我喝了。他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喜欢邀功，他很豁达，他很淡然。但他一定也不知道，我拼命挤进他在的研究所，挤破头进云集，全是因为我喜欢他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？因为他这些年心思全都在手术和读书上，他从来没有多看过女孩一眼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是时间问题，只要我一直等下去，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。从容，从容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我知道这很像道德绑架。我的自尊心也挣扎了很久，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，不要成为我们之间的变数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两个月你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多真实的瞬间，但是这样的瞬间在我和他之间已经10年了，是我和他所有的青春。田主，田主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吧？田主。先起来吧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慢点，老段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慢点，慢点，老公，你小心点啊。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比起激动、甜蜜、心酸和痛苦，更能确认他的存在，因为喜欢着他的心太过耀眼。于是，连同他，也一起被掩盖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了。